来了来了，刮你一下 ，A 你一下 ，A 你一下 ，A 你一下，再来。哎，一级就不要怂，看我细节，二技能加成技，一脚踩上去平 A， 平 A 拿来吧你，斩杀。还是带点斩杀，说实话还能提起我点兴趣，但惩戒太弱了。咱都不需要先出个布甲啥的，都不需要细节，一级直接怼平他很弱的，知道吧？哪吒这个英雄他的梯度在对抗路的强度还不如程咬金呢，实话实说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是太好打了，不要以为这玩意克制根本克不了，但是这个经济追赶机制有点离谱啊，他直接三级了。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补上两个护甲，正常来说是需要打护甲的，然后吃个血包。刚才我没有吃掉小鸟说明什么，刚才我细节啊没有吃掉小鸟说明什么，说明打野是红开的，对我没有威胁，所以这一波还是一打一，一打一我们去抢后排兵直接升个四。不敢打，小子不敢打了，怂了，怂了的话就改变策略，出这个装备，出鞋子能快速发育啊，能不惩戒就不惩戒，因为打野是红开的，他的红区快刷了，他红区第一个刷的应该是小鸟，知道吧？然后把小鸟给他秒了，小鸟刷了以后先打人了，因为他有惩戒，一定要先打人。他如果看着我就不打了，兰陵王反正不在，对吧？先把哪吒打残，你这都不敢跳过来，他跳过来他就死了，知道吧？把他赶跑，再吃这个，拉到这个位置，因为在他塔下他是可以承接得到的，往后拉一下。来来来，你四级了，你跟哥们对拼是吧？你看我怕不怕你？哎，别抢我头，我真服了，真不怕哪吒，真的吊的。他那被动什么重伤一点屁用都没有，程咬金不怕他，不怕别人克制他的回血，而是怕。高额爆发让你回直接一滴血回不上来的那种，懂吧？那种重伤啊什么制裁的没那么怕啊，先合成冰心，然后收掉队友不要的野区，一点经济都不要浪费掉。我现在是经济一号位，对面这个鲁班应该是个高手，和我经济一样，我这回是发育的非常舒服的。这个紫牙八级嘞，姜子牙也会玩，刷的非常猛。哪吒只要出来就打他一套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哪吒和刘邦是同一种英雄啊，就是资源非常牛的英雄，能打他状态一定要打他状态。因为啥呢？因为人清完线开着打就跑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一定要打他状态。好，大餐。我程咬金肯定是不支援的，肯定是赖线的。赖线的话，你不能老是让队友四打五。那这种情况下，你只要多打他状态就行了，别让他支援的那么潇洒。你说你半血哪吒去支援，那不是给我千里迢迢给我队友送人头的吗？对吧？这个兰陵王还在，搞什么嘛？你觉得我怕你呀？哎呀，被控死了。你问出这种问题，你可能就是段位非常低，然后分不清什么是物理，什么是法术伤害。你首先要分清什么是物理伤害，什么是法术伤害，要把这些先分清，你才会对出装有一定的理解，才会知道我为什么要出这个，为什么要出那个。把这个野区过一下，兰陵王再干我的话我就要收拾他了啊。你想跟我抢啊你小子。对线就很简单，对线物理伤害出冰心，对线法术伤害出不死鸟，对线真实伤害出万人斩斧，知道吧？那如果对面法师很多那就出永夜守护，对面物理伤害很多那就出反甲，这个意思知道吧？一波上路五个人往后走，兰陵王身上没有红，来了刮他一下 ，A 他一下，
这个鲁班是对程咬金威胁最大的英雄之一啊，鲁班得小心。看看他们家辅助是谁，奶妈，不好惹啊。这个红必须得给他控住啊。对面应该也在往这靠，我不能先打，我就知道他们也来了。你这要被开呀，哥们，快往草里拉，不能被对面拿走。对面的梦魇还没出，但是我们最好还是等一个不死鸟再去参团，因为对面的阵容极其恐怖，姜子牙减双抗，兰陵王高爆发，哪吒自带制裁，然后鲁班七号最克制。我靠，这个姜子牙真的会玩，很强，14级了，压我4级。这个对面的姜子牙是真的高手。为什么高端局打不出来操作？不是说高端局打不出来操作，是很少爆发人头冲突。你正常1500到18008分钟人头比正常是不是10个以上？你看看现在8分钟人头比几比几，这还不是最顶尖，不可能一直在干仗。但是越低越那啥，越低越不管你3721，见面就干，见你就干你，我死了我从头再来，我见你我就干你，越低越这样，知道吧？不是说打不出来操作，可能你理解的操作就是说人头多。我操，16级的，你看这多稳吧，人家8分钟16级，这是2000分巅峰赛，8分钟16级，这姜子牙有郭芙的水平。实话实说啊，真恐怖，逆风8分钟16级，我的天哪，真猛，兄弟们，这个姜子牙绝对是个专业的。米莱迪机器人还给经验、啊、哎呦，那难怪呀，17级了。我操，那下次对面选米莱迪我直接选姜子牙了，这太过分了，他压的压我5级，那不是打宝宝吗？这太猛了，真的，5级提升的属性光生命值就得1000多了，光提升的属性够你2件装备了，这太恐怖了。这等一下拖一下肯定要输啊，这怎么打？得赶紧先升到顶级，注意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卤蛋已经出制裁了，我这一把很难打，带线吧，让他们去拖去打，我直接把家给他偷了，最后一秒再漏，让他们来不及回防，把这个城接掉，让兵线进去掉点血，回来一个，来不及了，这哪吒守不住的，先拉开重置下塔伤算了，卤蛋来了，能杀吗？哇，杀不了啊，这好烦呀、啊！想瞄我啊，我去，这太狠了呀！不给他红啊！哇，伤害太高了呀，哥们！这算了吧，对面俩成绩呢，走吧。哎呀，你奶妈不在，趁机杀你！哇靠，他把我推走了，那我推你塔，拿命推你塔，拿下。